会宁时间女神住大厅 Sala de Gajadid。 这是会宁时间这个节目中第20次介绍到卢浮宫。这个女神住大厅顾名思义，支撑室内阳台的柱子是四位女神的雕像，由雕塑家让古荣 Jean Gouron 完成。这个大厅呢，也是卢浮宫的古希腊、伊特努利亚和古罗马文物展区。这间展室里呢，其实绝大多数藏品是公元一二世纪古罗马时代制作的古希腊雕塑的复制品，因为真正流传下来的古希腊雕塑品是非常之少的。在这些作品当中呢，有很大部分是神话人物，有的完整无缺，有些呢是发掘出土的残件。每一件作品都散发着古典雕塑特有的韵味，完美写实又优雅淡定。会宁时间，法国巴黎。